现在正式开庭。今天通过线上开庭的方式，依法审理张亚俊与于贤琴的离婚纠纷上诉一案。下面进行法庭调查，由上诉人于贤琴陈述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，和你的上诉状是一致的吗？嗯，一致的，法官。要求第一，解除和张亚俊的婚姻关系；第二，得到双方于诗涵的抚养权，并要求张亚俊每月费1500元。第三，方在2017年9月签署的协议，因张亚俊在协议实施过家暴行为，所以希望按协议分得共同财产20万，对吗？对。那被上诉人张亚俊，你同意于贤琴的上诉意见吗？不同意，我都不同意，我不同意离婚，我也没有家暴他，我儿子张威可以证明。那听被诉讼证人证词。张威听到吗？能听到，但是有点卡。那我们后面用问答的进行，你回答肯定或否定就可以了。好。你是否在过去目睹过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实施家暴行为？看到过。法官，我之前提交过伤情照片，可以证明张亚俊家暴。对于你父母在2017年9月所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，你知情吗？不知道。那在2017年9月后，你的父亲对你母亲实施过家暴行为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那个时候在上大学，我不太清楚家里面的事。张威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把你养这么大，我能指望上你什么？我就知道你爸你跟你们都是自己的玩意儿，你现在翅膀长硬了，你飞出去了可以不管家里面了。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？你妈一天到晚跟我说这些话，她什么意思？我是你们家佣人吗？赵雅俊，赵雅俊，当初要不是我爸妈逼我，我怎么会嫁给你？你们一开始就把我骗到这儿来给你们家生孩子，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让你吃！你他妈什么东西？啊！有气有何不知足？啊！什么几天了，我给老子看脸色了！啊！看我们收拾你！阿琴，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？家里亲戚都说不知道你在哪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总不能说你离家出走。我到最后
都急着去报警了。你是不敢说吧？他们要是知道你把我打成这样，我还用和你闹到现在吗？我说出来了，丢的是咱家的人，咱们自家的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不好吗？阿琴，咱们回去好好聊聊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和你吵架了啊！咱不离婚。好笑，真好笑啊！爸，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是我没本事，让你们丢了这个脸，让这个家散了。是啊，阿北，你疯了吗？就算死了，他也不会回来的，巴不得你早点死。好，好，我答应帮你出庭作证，但我只是我知道的，我不会一味偏向你的。你去劝劝你妈，你去劝一定有用的。我知道你现在不在乎，但是你想想你妹，她才8岁，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不可能的吧？不要离婚，她不会回来的。这种话你说过多少遍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这话你都说了多少次了？你说的不嫌烦，我都听烦了。到底是为了谁的面子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不打人，我会离家出走吗？可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你总是要和我吵，你知道街坊邻居都怎么说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聊一聊？你没打过，真的是什么人养什么种啊！你儿子说瞎话的本事跟你学的吧？诗涵可是一直都在家，他全都看见了。法官，可以听一下我女儿的证言吗？你怎么把诗涵扯进来了？她才8岁，你知不知道这对她有多大影响？可以，你女儿和你在一起吗？她就在客厅，我现在带她过来。小朋友，你是叫于诗涵吗？张雅俊和于贤琴是你的爸爸妈妈吗？你爸爸和你妈妈平时关系好吗？诗涵，跟法官阿姨说说，你爸爸平时都是怎么对你妈妈的？爸爸经常会和妈妈吵架，会摔东西，很可怕。还总会打我和妈妈，我很害怕，妈妈也很害怕，就抱着我在屋里哭。我现在和妈妈过得很好，以后也想跟着她，希望永远不要见到她，长大以后也不要见到。诗涵。诗涵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诗涵，我问你，你这些话是你自己想说的，还是你妈妈让你说的？是我自己。诗涵，这些话是你自己想说的，还是你妈妈让你背的？
于诗涵，这些话是你自己想说的，还是你妈妈让你背的？我也别想把我再困在你家，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，你们谁也抢不走。儿子，你会陪着妈妈的，对吗？我们什么都不要给张雅君留下。你是我儿子，你不会让妈妈失望的，对吗？啊！法官，我认为施安的证词很有可能是伪造的，是完全按照上诉人所提供的内容进行背诵的。我怀疑他在说谎。他才多大的孩子，他能说什么谎啊？怎么就是我让背的了啊？孩子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别哭了，施安，爸爸知道。不是你自己想说，你能不能别再演戏了？爸爸很想你。你以前就是这样装可怜，然后把儿子骗走了。我是不要你了。儿子不跟我亲，不向着我，现在你又来骗女儿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那么有能耐呢？啊，你这样人前人套人后一套，你心里不难受吗？你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，你要这样子对我？现在满意了吗？你把孩子扯进来。你就是这样子，大人的事，在别人面前说的特别好听，所有人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对我的。你这么多年你打我，别人知道吗？有人向着我说话吗？他们只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我天天在那边说你，我天天在那边说我的丈夫怎么怎么样啊！真的，张小军，你太能了，你在这儿你还能演，你太厉害了，真的，我们斗不过你，信吗？我们斗不过你还不行吗？安静。对于上诉方证人的证词真实性，会在讨论之后决定。现在休庭。你们双方冷静一下吧。你画的是谁啊？这个是妈妈，这个是哥哥，中间的这个是我。那爸爸呢？妈妈不让我画张亚俊。情绪有点激动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情况对我们。